悄买，偷偷买玩具712元，送给他玩具。然后他是男生，来来 ，Sky 哥他指控的比较特别，妈妈怎么可以管他抽烟呢？Sky 几岁了 ？Sky 几岁了？现在今年几岁了？二年级，九岁了，七岁半了。人家孩子都入学早嘛，他指控发育中叫我别吃饭，为什么？他叫你别吃饭，不吃饭。等一下，叔叔给你113的电话，你直接拨过去。对呀，他叫你爸，专线。为什么不给你吃饭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太胖了。不会啊。对啊。对啊。你好瘦哦。他哪里瘦啊你？他教好吗？哪里瘦？他脸皮好扎实哦。哦，好好摸啊。可爱哦。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对啊。耳朵也很厚哎。儿子本来也这么肉啊，对不对？这现在可是他每个礼拜胖两公斤也很可怕。真的假的？每个礼拜胖两公斤。没关系啦。你说比我还重哎！你说什么？每个礼拜派两，每天胖两公斤哎！怎么可能？每个礼拜胖两，弟弟真的不要吃饭。所以对，是不是叫他不要吃饭？每个礼拜要出去。哇，难怪你跟上次已经不太一样了。对呀，今非昔比了。每个礼拜都买新衣服。对呀，他现在这样穿还是我的。好了，现在是要自己的吧？真的，哇，你养这个太有成就感，多可爱啊！成就感也太好了。对呀、啊、，OK 了 ，OK， 少吃一点，妈妈怕你太胖了。那要不然你就是要运动，减肥。有运动吗？你做什么运动？是放假日的话，我就会妈妈就会带我去打篮球。很好啊，没有打篮球好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运动完更饿啊。啊，我吃更多。运动，他吃完更多，然后吸收又更好。吸收更好，难怪两公斤。可是这个时候代谢很好。篮球只打一次，啊，你打完就把篮球吃掉了。那个不能吃啦，那不能吃。第二，妈妈为了我打扮，却让我傻眼。为什么？她打扮成什么？就是穿短裙啊。哦，你那个高度刚好看到不应该看。啊，有一种回家的。为什么不能妈妈不能穿短裙？因为这样子去学校，就是会很丢脸。哦，还太招摇。很辣，很漂亮哎。对，很有面子。妈妈身材很好啊。对呀。对呀，妈妈想说自己，因为以前姐姐学校我去那个家长，就是他们有那个上课时候观摩会嘛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同学会排队叫我签名啊，我以为他们同学也会，所以我就要穿辣一点。哦，穿辣一点，对妈妈。那学校他们同学都没有叫我签名啊。对呀、啊，人家妈妈也是明星啊，又瘦了，当然要穿红漂亮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都会跟妈妈说？对，很多。啊，在学校里面会有人欺负你吗？对啊，有吗？有一个，哪一个？谁敢欺负你？几号欺负你？就是别班的，是别班的，他怎么欺负你？就是我差一点要跌倒的时候，他就推我。对，哦，你快跌倒啊！你跟妈妈讲啊，你有讲吗？那个是好像四年级的学长，哦，那么大了。对，可是大可能身高没有他那么高啦，就是因为有看那个学校校车上都有那个录影嘛，所以他就有的时候他没有做好，他会这样。拨他头，哎呦，对，欺负他这样，会欺负他，所以那时候他没有讲的时候，我有点生气。人家这样弄你，你就哎，你再弄我，我要弄你哦。对啊，没有像这个，其实我觉得也是爸妈有点困扰，就是他回来问过我说，同学故意推倒我，怎么办？那我就跟他讲说，如果他推你一次，你就跟他说不要推你，他下次再推你的时候你就还手。哦。然后他说，可是他一还手，人家就飞出去，怎么办？哦。那他就要被骂了，所以。我也蛮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他这种感觉好像他在学习中国武术这样，然后就会可是真的不能够动手，有武他不能回手的耶。盖哥讲话，人家欺负我会告老师，讲我就告老师，告老师，我告老师，告老师哦。这老师有处理吗？对啊，老师就说我下次见到他就叫他。来我们班跟我道歉，对，哦，道歉 ，OK 了，没关系的哈，对啊 ，OK 了，来，好，打架不要打，他急着要 Q 下一条，对他一直在看，他有在控制流程，来 ，Sky 念出来，来，一边去，爱我，晚安，
害到我。哦，这样子，这个呢？喇叭，喇叭，爱我，反倒还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妈妈很爱你啊，怎么会害到你？因为姐姐每次都会打我，她跑就告诉妈妈姐，她妈妈就打姐姐，她姐姐。再打你，再打你，恶性循环嘛？是什么恶性循环？某一种的食物链啊！啊，不是，所以他这个是被打。我们刚刚六道轮回嘞。对啊。啊，姐姐真的蛮凶的，姐姐一天到晚欺负他。那他来告诉我说，因为他小时候在家里被姐姐欺负，他就哭嘛。然后后来他开始去上课，他发现原来他比别人大。所以姐姐打他，他就还手。哦、可是姐把他打得更惨了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你会觉得妈妈比较爱你，还是比较爱姐姐？爱我。哎呦，有这一句话就够了。有这一句话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爸爸比较爱姐姐啊。哦。爸爸太过于偏心了啦。哦。对。因为爸爸，比如说他哭了，爸爸一定不会问说是怎么了，姐姐打你吗？爸爸一定会说男生哭什么哭？哦。那我就觉得他也有委屈，要跟姐姐差五岁哎。啊。就想说应该要保护他一下。是是是。情窦初开了吗？有喜欢的女生吗？幼稚园的时候有。来哦！幼稚园的时候，他有跟我讲说他喜欢哪个女生。那你知道，那我不像他爸爸是那种姐姐有喜欢谁就去看。对，那我会说，哎，那你要不要送那个女生什么东西啊？可爱啊，就好玩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可是他后来到小学，现在小二就没有了。哦，没有联络了。女生呢？嗯，对啊。现在我喜欢男生。哎。哦。盖哥，原本这一趴是那个白幕降下来之后才讲的啦。没哪，降下来讲的。他们两位 Q 脸，脸都不露出来，脸都蹦出来，好急的下班。你的事待会再处理。好了，好，等一下我会。请说。我喜欢男生，我喜欢偷偷的存钱，我只有一个礼拜100元。我悄悄买，偷偷买玩具712元，送给他玩具。然后他是男生，哎，他是有跟银行贷款的，712很多啊，去买712块，712元的玩具是什么样的玩具？怎么会有712这个？他要打折吗？还是？请问是什么样的玩具？是什么？有一点忘记了。怎么样？说什么？有一点忘记了。那么贵你还忘记哦？那个，你为什么会喜欢那个男生？长得很帅吗？他会陪我一起玩。哦。你们都玩什么？玩什么？我们就是去溜直排轮跟蛇板。哦。所以他是这个是朋友啦，对啦，没问题。他有买，他也太大方了吧？对啊，其实很多。你一个礼拜才100块，你花了710块买礼物给他啊？他有没有买礼物给你？没有啊。哦，所以你是单恋喽？单恋。Sky。你在线上吗？你睡着了？没有。好乖哦，对。Sky。你要不要吃薯条？不要，谢谢。很有男子气概。他忍下来。